今日看台湾英雄联盟第二届世界锦标赛，会在伫美国洛杉矶进行即个冠军战。今年决赛台湾队伍台北暗杀星哦，今日要对战强敌韩国队，那是会当赢冠军的队伍，会当抱走新台币3000万的奖金。大声欢呼喊叫，真专心在电视头前为参赛同事加油。由七名上届优秀玩家所组成的电玩英雄联盟台湾代表队台北暗杀星，日前在美国洛杉矶的英雄联盟 S2 世界冠军赛四强赛大逆转，拍倒夺冠呼声上高的俄罗斯队来进入决赛。今日恁的对战韩国冠军队，要到底来争夺冠军的奖杯，也够有真冠的奖金。绝对有信心，他们一定可以第一名。这摆代表台湾参赛台北暗杀星一路过关斩将，在两个月比赛中，因公司无日无夜来进行训练，特别是针对沟通甲强势的拍拼，目的是希望培养更加好的团队合作来应战。比赛中两队选手也互无相让，不管是战术还是每一个成员的表现拢真好，也尽可能甲胜负降低，并且甲比数扭大。现在虽然说对方好像有一直有要进攻我们这边，可是我们不断的都有反击，那甚至一直在做领先，那甚至到现在12-5的一个领先，我觉得在前期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的好。而这场紧张刺激的英雄联盟 S2 世界冠军赛也吸引上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玩家到场为两支队伍加油，有超过13万人坐伫电脑头前欣赏这场直播赛事。一旦赢得冠军的队伍，能摕到新台币3000万块的高额奖金。记者陈宏华报道。